你是谁？醒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，你忘记了？我昨天还躺在你旁边呢。你睡在我旁边？你睡在我旁边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这应该说是哦，我反背哦，我胖的呢。你不要背叛他，你不够老，不够有钱，你不是我的菜。别烦恼了，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啊，不应该发生的，他也发生了。你眼睛不行，不要看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我上个名字，我上。